皇气象站与全球华人共冷暖。各位午安，我是杨杰。无情的雨水是目前南方朋友最不想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桥梁被毁，汽车被淹，房屋浸泡在雨中，这些画面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视线。防灾减灾显然不是一句空话。暴雨的来临考验着方方面面，防灾减灾我们确实有许多的事情要做。那来关注一下今天南方的强降雨会出现一个暂时性的休整，雨势呢会明显的减弱一些。而在北方呢，新疆一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这里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的天气。而且我们发现呢，雨大的地方与天山山脉的走向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要提醒这里的朋友要警惕混合性洪灾的出现。所谓的混合性洪灾指的就是雨水可能引发的山洪爆发以及积雪融化造成的融雪性洪水相结合引起的洪灾。那从气温方面来看呢，昨天新疆北部的气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不足十度，那这在常年五月中旬是并不多见的，常年同期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是接近24度的。而与新疆不同的是，今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是会在20度以上的，而且未来一周呢，几乎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冷空气影响到这里。那再具体到南方的情况，应该说从明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强降雨又将拉开序幕，具体位置在哪里呢？城市预报回来，我们就详细了解。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不相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好，欢迎回来。南方一次次的强降雨让人疲惫，但是我们又不能就此松懈。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又将从长江中下游一带发展起来，其中呢，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不少地方呢，都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西北部的山区，可能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每次提到山区出现强降雨，我们心都不免会揪得更紧一些。山区的强降雨就意味着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这样的地质灾害的风险会陡然增大。我们知道泥石流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一般夏秋季节居多，主要是因为连续的降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的激发作用，这个因素我们很难控制。而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一句话，山上开亩荒，山下冲个光，就是说呢，乱砍滥伐、烧山开荒对森林构成的破坏会加剧泥石流灾害的程度。所以防灾减灾这个话题呢，其实可以从点滴的小事做起的。1000多年前，甘肃省白龙江中游曾是竹树茂密、山清水秀，1000多年后，它早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泥石流多发区。时光匆匆而过，我们谁也不愿意留给子孙的是一片荒芜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来看未来三天城市预报，祝大家好心情，明天再见，拜拜。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不相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